当徐广要面对穆婉婷时，欢迎哥哥。嗯，你坐后面来嘛。开车。你来考试，我记录怎么样？不会，你就查字典吧。当徐光要面对穆婉清时，请吧，我的秘书小姐。遵命，长官大人。这样的虎狼之家，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待着，我来想办法。